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仙观。这是我们的底下这个是隔着我们的腹腔跟胸腔的横膈膜，所以可以看到横膈膜事实上是蛮大片的一块肌肉，那么可以让我们的一个呼吸的一个动作得到更有效率的一个帮忙以外，其实透过腹部的这部分的用力呼吸啊，那也能让我们心情啊比较平静一点，这是现代人恐怕也都常常要面临的去思考的一些东西。我们把血管这些血液循环的一个系统再给它加进去以后，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啊更是复杂，再把它聚焦在我们胸腔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再把肺部这个地方拿掉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一个循环体系的一个它彼此之间能够这样合作，那真的是非常相对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这个骨头在拿掉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循环体系跟我们的肺部它的一个功能啊，要好好的一个配合，然后把这样的一个血液循环打到身体各个地方去啊，那才能够让我们的一个生命啊能够持续的去进行啊。所以血液循环的一个体系，它不只是单独的一个存在，它跟肺部呼吸的这样的一个气体交换一定要彼此之间的一个配合，然后再把这些经过气体交换以后得到的氧气再运送到各地去，所以要有非常绵密的这样的一个血管系统来做这样的一个帮忙。那刚刚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横膈膜，是非常大的一片肌肉，所以多去注意到它的一个存在，然后不时的透过这样的一个深呼吸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心脏啊，这是隔壁邻居啊，当然它透过神经体系会影响到更多，所以我们人体的一个结构，它本身的一个经济效益绝对是深入考量过以后所做出来一个结果，所以你要加一点东西在某个部位啊，也有它的一个困难度啊。所以但是这个就代表这些事情它不会发生吗？未必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脑子啊，大脑，所以可以想很多的事情啊，虽然好像是有点点夸大，有点点不符合实际的一个状况，但是呢你把它加进去以后似乎也觉得很合理啊。这就是人很特别的地方啊，不会墨守成规，求新求变，然后有一些想象力比知识还来得重要，这是爱因斯坦说的。那好，我们举个例子给大家看，你说我们刚刚这个肺部胸部这么复杂的一个这个结构，你要再加上翅膀，那这翅膀牵涉到绝对不是翅膀两个这个单独静态的一个存在而已，它会牵涉到肌肉群、骨骼的一个附着点，那当然你血液循环等等的这些因素要考虑进去啊，所以从现实面讲起来似乎是不用去想的事情，但是呢加上翅膀以后，这个天使的形象似乎就出来了，没有翅膀的天使你好像折翼天使啊有点比较困难一点，所以有翅膀，那这个翅膀的天使大家看起来又很怪异啊，不是说怪异啊，怪怪的地方在哪里，这显然是非常彪悍的，还拿着一把剑的，所以显然不是很慈悲的形象啊，战斗力、爆发力十足的。但是在这个背后，我们如果聚焦在脸部的表情的时候，又好像看起来是很悲悯的那样的一个情形。那悲悯为什么还要拿着这样的一个剑呢？这是圣麦可，他是天使军团的那个指挥官呢、所以他要负责什么？秩序。如果这些天使有一些背叛啊，或者说有一些不适当的一个行动的时候，这圣麦可会把它做处理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这就是一个背叛天使，这就是折翼天使啊。你可以看到它也有翅膀，可是被这圣麦可整个把它压下来，打到地狱去的一个状况，就打到地狱去。所以这个非常大的一个画作来去呈现
这样的一个宗教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氛围啊。那这个是意大利的这个17世纪的一个画作。好，我们再把时序，哎，同样是画圣麦可，请您看一下它差异性有多大。这样，这是主角一样没变，还是圣麦可。那么画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啊，贡察洛娃，这是俄国的一位女画家。那么她呈现来她的圣麦可跟刚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个差异性蛮大的，翅膀都还是会有，光环也是会有，拿的一个东西啊，看起来好像是不太相同。然后骑着那样的一个天马，可以行空啊，然后去。执行他的一个这个任务啊，那底下脚啊踏过的一个地方，我们再仔细看起来，发挥一点想象力的时候，这是一条巨龙，意思就是说，同样龙在西方的一个传说里面是偏向比较邪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传说中的生物啊，那把它抑制下来，所以我们比较这两个这个典型的这个意大利的那样的一个作品跟贡察洛娃20世纪的一个作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拿的一个东西啊，从那个刀剑变成，一方面是拿着这个好像鼓号这个吹响那样的一个攻击的乐章，或者是让人家了解这个事情，另外一手拿的是书本或者是圣经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对比啊，所以时代不同，开着重的点不同啊，20世纪啊。宣传的一个重要性啊，在俄国显然他了解这个重要性啊，所以医疗也是一样啊，光靠刀剑能解决问题吗？不能，所以怎么让民众为这个知识上面能够更了解，这是相对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70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他出现一个问题的状况，就是在做超音波的一个检查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这个看到的不只是肚子里面的状况，我们也可以看到肚皮上面这个地方啊，这是靠近肚皮的一个地方，不是肝脏本身，在外面这个地方有一个肿瘤，那事实上他也摸得到这个肿瘤啊，所以提到肿瘤，那我们想到就是开刀把它切掉，是不是只是这样子啊？那背后还有一些什么要去考量的这个知识卫教的一个问题啊，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个病人不会告诉你他有什么病啊？但是你做超音波检查的时候发现怪怪的以外，哎，后续发现他脾脏，然后抽血检查，其实他是一个肝硬化的病人啊。脾脏，这是做电脑断层的时候可以看到脾脏蛮大的这个脾脏，所以肝硬化以后造成整个脾脏的一个肿大，那所以造成他血球的一个破坏增加的结果，他的。血小板也会比较低落的一个状况，所以对全身的影响会很大。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它另外就是本身刚刚提到在那个肚皮那个地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肿瘤，所以那个肿瘤会有点疼痛的一个状况，开刀把它拿下来的一个情形变成是这样子。所以开刀拿下来这个肿瘤，我们都要切片，就是病理科的医师会去跟我们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良性啊还是恶性的一个肿瘤。其实啊，一个肝硬化的病人，他背后所代表的就是抵抗力也可能比较差，所以这个肿瘤另外还有一个感染性的一个可能性，事实上也是要放在心头的，所以给他做病理的切片的检查，看起来哇，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是有钙化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分布啊？病理科的医师啊看得很清楚的一个状况，这是参与去局部去作战的这个白血球啊，这是一种叫放线菌，一种革兰氏阳性的这个抗氧性的厌氧性的这个细菌啊，所以这个细菌呢、啊，因为它抵抗力不好的关系啊，所以在肚皮这个地方形成，这其实我们的嘴巴牙缝啊，这个正常人也都会有的，正常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啊，但是啊。它反倒造成局部的一个感染，然后变成一个类似像脓疡，然后又有纤维组织纠杂在一起，所以这个背后代表的其实是抵抗力差，然后造成的一个影响。所以不是肿瘤拿掉，更重要让病人了解肝硬化，我们要怎么样去保护，这才是重要。所以圣麦可雕刻上面写的，盾牌上面写，没有人是比上帝更伟大。所以你看那样的一个宗教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感谢收看，再会。